今天在家吃一个榴莲千层，整整有800克，超大一个。这真的是我吃过料最多的榴莲千层。哇，看到吗？满满的都是榴莲肉。800克的蛋糕里面有500克的金枕头榴莲。空口吃榴莲，不是榴莲酱哦，是真实的泰国金枕头榴莲。太爽了。而且里面用的全部都是纯动物奶油，超级细腻，甜度适中。看看这个榴莲肉吧，太满足了，爆炸满足。我给你拍个特写，这个榴莲肉你们看到肯定会炸掉的，真的太多了，一共是会有8层。胖虎好像很嫌弃这个榴莲味儿，我一靠近他，他就各种抗拒反应。臭娘们儿，我快被熏晕了。